农历七月十四，中国人称为鬼节。相传呢一日鬼门关大开，阴魂嚟到凡间，佢哋四处游荡，所以老人家会叫小朋友今晚七月十四十二点前好翻嚟啦。又会话有人叫你个名，记住唔好向后望啊。其实呢一日系咪真系咁可怕？我哋又有冇谂过佢背后有咩意义呢？无线网络电视三十九台，道通天地，道教中元节，我哋请嚟唔同嘅学者同埋道长为大家展述呢一个道教嘅节日。